你干嘛姓破？看我怎么让你破！破只是特别扛红，对面现在又不是红，破是走得很慢。你干嘛姓破？看这小头带、小围脖还是挺帅的。破，据说有海量的血量。海量的血量。哎呀！谁给我推荐的破？太破了！这是谁给我推荐的破？这也太破了！哎呀，我天！吓了我一跳，居然！好破！居然吓了我一跳，我天！太破了，这家伙！被一招带走，我还说有海量的血量，结果直接飞。二一出，美容啊，拍起来呀，美女！啊、他的名字叫做龙宫敲兽。出一片，上啦，把你放！哎，你刚出来，正好那个人死了。送，你听了这么多吗？我龙宫兽这口怒火也不是白给的。美女神拨一发，嘣！美女神，你管他叫拨动一发。美。第二个上了啊。一个凉的。好漂亮。好险，我以为刺不足了。这一拍下去，咚！全定。死！我新鲜血液又补充上去了。哎呀，你的刺骨还没疼吗？你的刺骨？着呢。哎呀！哦，美女神安全就行。又是血量涨了。送。刺骨钉。喷。我感觉不大妙。相当不妙，跟你说。美女神，教刺骨做人，这是你的强项。耶。手长，俺们美女神就是手长，漂亮。二行，让你试一试。二行，还是被我破了。血量我占有，没有关系。等龙宫超兽一死，我占有。哎呀，美女神呐、啊，下一个美女神什么时候来？我这钱花不完。手感还不凉。我这钱花不完。刺骨快要好了，我感觉刺骨和美女神不是好。哦，哎呀，你的跳跳猫居然不是你的刺骨婴儿车居然没死，死了，美女神，血量我占点优，那还只是点优了。龙宫超兽，哎，这糟了，美女神走在龙宫超兽前面，这很不利。太好了，这很不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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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糟你，足，哎，怎么还有一个？哎，这次有问题，这次有问题，再打一遍能赢。哎，但是这一遍也不一定，我跟你说。再打一遍你更赢不了，这一遍你局势相当好了。能能能能，一开始给我压着。哎，谁说我这边要输的？我说。咚！你可敢信？你看看血量方面，在你婴儿车到达战场之前，把你血量打没，一口喷。完了，婴儿车一波动出来，估计要死一大群。龙宫兽快喷了、啊、还行，我还在坚持。血量还是你占优，血量还是我占优。再喷呐、啊、完了，不动了又。哎，打断，打断，完了，打断，打断，不动。哎，还是我占优。好啊，好，血量下去了啊。你占优了。我占优，我占优。你占优有了啊，喷他啊，喷。Nice。救命啊！再来一把，我必赢。你输定了。等等了，美女神可以上了。开始死人，死人！这样一直都下去了。我只要美女神在龙宫兽后面，我
就觉得有点错。好，压到龙兽那儿了，这一哼。切，美女三，带走婴儿车，带走。第二只就出来了，下一发就带走。哎，刺骨钉没钉？没有，刺骨钉攻击力，然后波动死一片 ，nice。哎呀，美女神又被波动死了，是跟刚才一个局面吗？是，还是比刚才死的早？应该是比刚才死的早。我记得刚才你美女神射掉不少。哎呀。没事，还能坚持，龙骨兽还能坚持。我的龙骨兽并没有放弃。哎呀，喷不到婴儿车是真烦人呢。我、哦、婴儿车，哎呀，婴儿车直接击退。又一只。哎，婴儿车又不动了。漂亮，龙骨，这把还不如上把呢，行不行？上一把你那个龙骨兽都快要出来了，然后这个才死了。那倒是。动，嗨！炸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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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波动，绝地反击啊！等着我的绝地反击。好嘞，我就等着。刺骨第二只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美女神出的比龙骨兽快，所以怎么地都是美女神先好。如果不是情况危急的话，我应该等龙骨兽走过去再上命，是不是死一大片？没有，我感觉是死一大片呢、啊。后续部队已经来了，你管那叫后续部队？这只是我的第一波攻势，好，第二波压过来了。我的悲剧三了，第二波还有一个最大的人物没压过来呢，等压过来你就真的没有丝毫的希望了。啊！救命！他来了，他来了！龙骨兽全喷死他们！他来了，他来了！龙骨兽的大手总来了！龙骨兽在塔库，把他们全喷死！我有波动！哎呀，来了，他来了！他摇着手臂总来了，搞定！耶！来来来！三二一，上吧！我跟你说，出两只，先出一个这个，然后马上出两只跳跳，然后马上出个 baby， 然后接着出许多的跳跳，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怎么样？就会保证 baby 在第一时间到达战场，然后开干。哇，动！龙骨兽快喷啊！完了，龙骨兽喷地上了，喷空了。哎，美容不错哎，美容打得快，美容打得快。虽然是可以把我的哦。你看，僵尸猫、跳跳猫呼呼的死，咣！刺骨也打到了。你第二只婴儿车比我来的早。我没想过他感觉美容这么强啊！美容相当嚣张，当初专门就是治跳跳猫的。当当当当当 ，nice！ 哎，我没钱，没钱上吊！咋咋咋咋？没钱没钱，我要攒钱，我攒钱。再见！你攒钱了不？攒钱！战！揍他！我的美容中断了啊！等你攒起钱来，你早就凉了。这是一个真相。没钱，没钱，没钱！我感觉你这玩意儿，你看。等等等，换个人。哼，你以为婴儿车要碰头了是吧？突然上了。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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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起推！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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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啊！使劲敲啊！磕破头，磕破脑袋的敲啊！对！啊！大狂狮要全死了！全足！怎么后排也足了？不知道。后排怎么也足了？反正就是足了。我去！哎，打断！狮子牙过来了，就得靠 baby。我的 baby 也上了，我的二 baby 也上了。
磕头，一顿磕头，全部磕死。哎呀，我天！轮到我不动了，我没不动就倒了。快上去磕头！我动。哎呀，危险！哦，你的意思。血量方面看不太出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真的没关系。血量战又是血量战，血量战就是血量战了。哎，走！好，龙宫谷组了一个龙宫，飞！哎呦我天！完了！我先不动，我先不动，我波动你。好嘞！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！大黄狮加油！哎呦，血量我有劣势啊！血量我劣势，我必须得想办法打塔。血量我劣势，给他一下。哎，足全足。龙宫上。哎，但是我血量好吃亏啊。你血量吃大了。血量吃大了，据说。等我先放你一波，放你过来一点。好。不要！不动他。两次不开拍了，还要看你吗？凉了一个，哎，没有，重叠了。啊！龙宫啊，龙宫，你走的好慢呐、啊，龙宫。要凉了，你没血了。我没血了。只要龙宫再凉，你没了。这两只黄狮凉了你。哎呀！上，传说中的大狂黑上了。送送，一上来就被我击退了，就把我击退了。哎，打中了，没播出来，没播出来。喂，哇，哎呀，龙宫已经凉倒了。哎，我也不动。好嘞，我的 baby 倒了。大黑，大黑，大黑打得快吗？大黑，大黑肯定一下死一片了。哎呀，我天，死了一万只大黑。死了一万只大黑呀！漂亮，刺骨被击碎了。站住！这样就可以漂亮，这样攻击力就提高了。一拍击死呀，拍地上，拍地上。波动，我一起波动了。波动，我没波出来是吧？不是，一起波动，你的已经击退过，我的还没击退过，所以。一直被击退，我大黑不错，大黑出来，哇，连婴儿车的大黑死了一万只。哎呀，每次刺骨都能打飞一万只，太吓人了。别让刺骨打出来就是你的好日。啊！给你机会了，压过去。这次是八千。两万只。这次只有八千，不要嚣张。你也给我死一万。我有金鹰。我的天 ！No， 不动心，打断他。谁打断谁呀、啊？这是。我好像也不动出来了吧？不知道，应该是，要不然我被死。龙宫。哎，怎么没签牌了吗？血量方面。刺骨。哎呀，新来那只刺骨都被击退，这样他的两个中刀的刺骨一起拍，这是新来那只，他拍了剁，新来那只没想起，哼，哎呀，你看这只老的。把这两个刺骨一起收掉，漂亮，老的又提了一截，拍，刺骨包太累了，我也用刺骨，对呀，这是个新想法，我把重复的人选换成刺骨，不要跟你重复 baby 猫了，因为刺骨不怕波动，不应该先送一只大狂黑让你波动起来，
这样我很不利，我的龙宫会被白剥一下。不一定，我也可能剥。哎，但是很短，还好。上，顶了是吧？拍下去，打断他了。被背包打断，哎呦没打断，哎呦我铁还是剥了，剥出来了，危险呐、啊，极危啊！被背包击退，啊这，我直接凉，两只刺骨见面了，拍，大黑又死了一万只，拍，拍，悄悄又叮了一万只，叮了一万只，然后龙骨补一刀。飞米猫第二只好了啊！我这大块头第二只很早了啊！咣！啊！三只龙宫凉！哎呀，我天，龙宫凉了！我接下来就活动起来，然后直接摸刺骨吧。刺骨，拍死他，不要让他波动！哒哒哒哒哒！然后刺骨还站。好嘞。刺骨是不怕波动，但是怕拍。对，刺骨很怕拍。哎。没有大碍，因为我下一个穿好了。正气。刺骨怎么还不？我拍你的刺骨不也没死吗？我的刺骨是我的刺骨。我的刺骨是我的刺骨呀！哎呀呀呀呀呀！你这样刺骨功越吃越高，到最后就是一下一个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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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一下一个婴儿车，一下一个婴儿车，带八千只跳跳，八千只都是钉了，八千只钉了，我的大黑就可以劈他们了。刺骨，刺骨，老公，婴儿，第二波进攻开始了，第二波大举进攻，打血量战了，开始。哎呀！哎呀！我也是两只刺骨，谁怕谁？谁怕谁？好的。一二车死了。凉了，但是一二车凉了，也很快。但是我的血量已经占优了，这会儿。刺骨躲！哎呀，他两只刺骨在拍，我也是两只刺骨。刺骨！谁血量占优？刺骨！哎呀！刺骨了！龙骨也拍。你血量占优。一万只大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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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凉！一万只跳跳，给我凉！没有凉，没有凉！哎呀，凉了不少，凉了不少！不要让它波动！耶！发现！游戏啊，游戏，游戏，游戏！完了！游戏耶！果然是九点钟，耶！我不信了，我必须在，我肯定能打赢你，信不信、对面你跳跳，大狂黑就是给你们准备的。有什么哇，刚才那一局血量是最后才拉回来的，最后才拉回来的血量，也是相当惊险，相当刺激。有什么豪横的？龙宫醋豪横一个给他看。喷地上，哎，大狂黑砍死了那个 baby 猫。我现在 baby 猫死不死不重要，因为 baby 猫 CD 实在是太快了。你看，跟僵尸一样，跟跳跳猫一样、啊。你的意思是啊？对啊，死不死的无所谓，他只要上去波动一个，他就成功了。爹，迷之自信啊，迷之自信！哇，刚才打到后面两双方都两只刺骨，也是够刺激的。来吧！哎呀，还没到一拍一车婴儿的程度是吧？你才击退了几次呀，就一拍一车婴儿？哎呀，战线被压回来了。OK， OK。大哥，那一拍是我拍下去的，你有什么可 OK 的？好，你的攻击已经提上去了，我感觉。你拍一个龙宫。你拍一个龙宫。啊、你就十六万龙宫也不能一拍一个呀！你看一拍一车婴儿了。哎，刚才比刚才的形势还好。
刚才没压到这儿。怎么没有？一排一车，跳跳。跳跳动车。一万只跳跳。这样有好处。我的刺骨一出来就可以打。妈呀！刺骨。那刺骨得走好久。龙宫。哎呦，我的龙宫第一只死了。太好了。我的翼龙宫死了。糟了，二龙宫走到之前别刺骨死了。刺骨死了就故意了。完了，刺骨给我煮。完了，刺骨一定要坚持到二龙宫走到啊。我的刺骨我不怕，我的两个在这。哎呀，但是你的血量又不多了，这是好消息。完了，我的二刺骨和二龙宫还没到场呢就结束了吗？对哦。哎呀，上个婴儿啊，血量又很焦灼。baby 这一把没波动。二龙宫到了，我的二龙宫到了，二刺骨也到了。我的 baby 血量很焦灼，两个刺骨。好像第二个拍空了。对，第二个拍空了，惨。baby 波动啊。威了啊啊！死了一只刺骨，你死了个什么？我死了个婴儿。哇，好险啊！